有损世界办事，大家点谂啊？我都系中意做生意。以后过来观光旅游，我们欢迎。做生意，不行。既是洪门兄弟，应该以和为贵。我也可以谈，我也可以爱过的。是不是我孙大，什么也可以？你的生意真是强，做乜嘢要花花入嚟算？我同阿公做咗好多嘢，我要做办事。我应该说你们神通广大，还是应该有害怕？不是不让你们生存，但是要适可而止。